这是一颗有产销履历的芭乐。只要扫描我的 QR code， 农夫资料、生产期程还有农药类型一目了然。但只要挑像我这样有产销履历的产品，就安心了吗？33%的神秘客认为台湾通路产地资讯标志不清，85.6%的神秘客认为超商或卖场人员不清楚产品农药残留的状况。所以除了找标章外，要怎么用简单的方式搞清楚自己吃了什么，也让卖场、农民与政府更重视食安问题呢？你们的蔬果有定期检验吗？安心严选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蔬果在哪里验证？你们卖场有自主抽验蔬菜吗？你们农药检验报告多久做一次？要去哪里看？